需要喘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妮。嗨。应该没有在下雨了吧？好，那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动起来。状况，我们稍等他一下。好，什么东西滑掉了 ？OK。可是，待会会唱的，让我听到你们声音好不好？玉达高中，再高中。
要哦。新兴高中。讲过了吗？好，中立高中，还有漏掉谁？总共有几个？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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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安静哦，他声音很大，一二三，杨明高中，耶，大家好热情哦，那边有话说。没有啊，今天很谢谢，就是打对，然后你们的热情雨就停了。耶，停了停了，赞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嘉诚你还好吗？南山高中有没有南山高中？不可能吧，跑到这边来。接下来来一首比较calm一点，这首歌叫《大房子》。
然后，其实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年底要发出我们的新专辑了。对，终于，对，希望大家接下来会喜欢我们新的作品。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跟我们自己对话，就是对，希望会带出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作品。那接下来这首歌算是我们新专辑里面比较反差的、比较重的一首歌。对，我需要先喝点水，等一下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我们其实在后台听了一整天大家演出，其实很棒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好像没有听到大家演我们的歌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之后OK 好的，嘉诚你好了吗？考哥你好了吗？ OK 来咯。这首歌这首歌，哦，对耶，可以来说个故事吼。对，因为今天是个故事音乐节，刚刚也在台上，大家也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。OK， 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心碎东尼》。对呀，对。然后呢，东尼其实是乐冰的弟弟。哎，不是啦，乱 Q 一通，没有啦。东尼其实是我之前看一部电影，也推荐给大家，我觉得很酷。对，它有点像是一个 cult film 的感觉，就是它叫做 Donnie Darko。对，它的英文，哎，它的英文名是 Donnie Darko， 然后中文的名字好像叫做，
我的团员绝对不会帮我记得，所以我正在思考中，什么触目惊魂28天，对，然后它是有一个兔兔，一个很诡异的兔兔的一个电影，对，然后在写那个电影给我的感觉，对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，好哦 ，OK， 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《心碎冬眠》。等一下，卡哥表示想喝个水，为什么刚没喝到水？好好哦，心碎冬眠。心碎冬眠，耶！
我觉得张嘉诚很想讲话。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好了。来，这边吉他手乐斌，耶、yeah。贝斯手卡翁，耶、yeah ！大家都要趁这个时候喝水。好，鼓手嘉诚，嘉诚他其实有一个梦想，没有梦想。那这是我们那个主唱。罗西，其实今天在台下看了蛮多表演的，就回想到，因为我今年20岁，然后2年前还在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超想要办一场表演的，而且超想要把它搞得规模很大，然后制造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可是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，然后我们认识的学校也很少。然后看到今天大家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办这活动，我觉得超感动 ，respect， 真的，啊，谢谢，对啊，然后加油，好的，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P Story。邀请我们来到这边，然后也谢谢桃园，然后谢谢中立，还有谢谢所有的同学。那接下来这个也可以稍微讲一个小故事，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们之前跟五月天的阿信老师们合作的一首，帮他们改编现场演唱会的一首经典歌曲的改编。然后这首歌叫《笨小孩》，那我觉得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很棒，就是傻人会有傻福，类似这样。因为我们也都像大家一样，就是很喜欢音乐，然后一路这样子慢慢玩过来。我们也其实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好的境遇，或是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。那就希望可以跟各位同学分享，就是其实只要相信这件事情，其实很多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。就是笨小孩也会有笨人的福。对，我们的团名其实扎尼，他的英文扎尼就是笨笨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收到这个邀请，真的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对，那就给大家听看这首我们改编的《笨小孩》。出生在60年代，
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？耶、